装备再起来一点，老夫子装备再起来一点，就到了威放帝的强势期了。正面想杀白起，但白起太肉了，真的要这么考虑吗？很有可能被反打的。张飞手里没大招，这波 YTG 来接人，接完就走。波太打不过苏烈，怎么进去了？正面锤一下，先锤死鬼谷子，非常凶，自己被打回去，但手里应该是有被动的。点灯加加血，关羽这个时候钻进场，不想你起来了，再顶两波，直接反打。威放帝打得很漂亮，但张飞手里马上有大招，还要追吗？大招有了，吼出来，但是直接就围你张飞，别的不管，就要杀张飞了。白起，路西法来了，要救吗？救不了吧。哇，这个我觉得就不要考虑了。如果这一